银色轿车打了右方向灯，还以为是要路边停车，但驾驶马上再打左方向灯，瞬间来个大回转，后方重机骑士闪避不及，当场撞伤。重机骑士见轿车违规回转，急忙刹车，但依旧来不及闪避，笔直撞上银色轿车左侧，整个人直接翻越车顶后重摔在地。重机承受不了剧烈撞击，不止机油大量溢出，车壳碎片也散落一地。机车骑士痛苦倒地，甚至费了一番功夫才勉强起身。双方实施酒测后，皆无酒测情形发生。目前已调阅附近监视器影像以及行车记录器，以还原事发经过。轿车探图方便违规回转，不仅害得骑士受伤，就连要价近300,000的黄牌重机也一并撞毁。只能说骑士命大，仅仅受到皮肉伤，没有酿成令人遗憾的重大意外。记者林正贤有桃桃园采访报道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，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，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。